DC 哥哥，想问下呢个 DC 系咪你噶？系啊系啊。呢个 DC 使唔使200万啊？而家可能三百万到啦，350万啦。你之前买系几多？几多钱买噶？之前411万啦。2013年啦。系咪一次性俾晒就系？唔系，分期付款噶嘛，首期俾咗110万咯。系咪呢个 DC 牌系咪一世噶？跟住你噶啦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呢个车可以换噶系咪啊？系。但系牌就唔可以换噶啦，系咪啊？系，个license嚟噶嘛，即系个的士执照嚟噶嘛。你开咗 DC 几耐啦？35年啦。DC 哥哥啊，你系边度人啊？香港原居民咯。点称呼你啊？我姓张啊。你今年几大啦？65岁咯。你要几个小朋友啊？两个女咯。两个女，而家都做嘢啦吧？系啊系啊。另外一個咧就喺美心餅店嗰度做嘢嘅，都揾到好多錢噶咯，20000几。佢有冇做嘢啊？冇做嘢。哇！你一日開幾多個鐘啊？12个钟头工作咯。點解唔租俾人哋去揸咧？有將個早間分租俾早間司機咯。哦，早間司機可以租到幾多錢啊？330蚊咯，12个钟咯。公車嗰度而家加息咧都要供到21000几嘛。咁啊唔夠皮費啊嘛，咁咪要自己揸咯。網上咧話你哋揸的士咧，一日可以揾到3000蚊，係咪真定假咧？即係我哋講平均啦，一般咧早間司機咧係揾1万蚊啊，至到20000蚊不等。如果夜間咧就2万蚊至到25000啊，都可以揾到嘅。我都係揾2万蚊鬆啲咯。個月休息幾多人啊？唔休息。呢行生意咧係自由生意啊，你自己掌握噶嘛。你試過一個鐘搲得最多錢係幾多錢嘅？300零蚊都試過。咁凌晨嗰啲時間，有時一個鐘頭、個幾鐘頭都係揾幾十蚊嘅咋。我都係買咗樓嘅，自己。喺邊度啊？喺屯門咯。幾多錢啊？嗰時啊？100几万咯。100几万咁平嘅？96、97嗰陣時啊嘛。哇！咁你買咗好多層樓嘅咯？唔係，咁邊有咁多現金啊？邊有咁多錢啊？你點解咁勤力嘅？咁勤力可能天性咯，我係勤力嘅人啊嘛，揾錢為將來啊嘛。要我退休，我出走咗去中國啊，哈爾濱啊、上海啦、蘇州、南京啦、啊，去旅遊啊，去看一看，知道嗎？人不用白來啊，我們輸的就不要白來一次嘛。都好多司機，我差唔多75歲啦。到80岁啦，都喺度做嘢嘅，揸的士嘅。咁有啲可能为咗兴趣噶嘛？咁第一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负担噶嘛。啲系攞一笔钱系买楼嘅，但系你点解谂住买的士咧？哦，咁我怀念揸的士嘛，自己买啊，自己管理嘛，自己又唔使受人哋加租嘛。以前最初出嚟揸的士，我记得120几蚊租啫嘛。而家算我啲旧嘅五座位咧，就。330蚊租到咯，新一啲嘅四座位咧就400蚊咯。如果我讲普通话嘅话，你哋的士师傅唔会歧视我哋嘅？不会啦，大家都是中国人嘛。一日翻12个钟，你攰唔攰嘅？会，梗系会攰啦。坐就只个位置嘛，只个关节啊痛啊，只个手啊、脚啊就不太好嘛，因为只个血液不通。不痛嘛？你的女儿还有你的老婆，就是觉得你65岁了还在开车，她有没有说你不要做了，租给别人这样子？她经常叫我不用做了，退休了。35年了，你有没有存到很多？是不是存到很多钱了？不是啦，以前我顾养我的小朋友读书嘛。你唔系路边嗰度接单嘅咩？你都系手机入边接单噶？系啊系啊，手机。街嗰啲客我都會接嘅，但係手機有啲 apps 嘛，比方就個康康的士啦。嗰啲叫車嗰啲有冇啲事㗎？一啲啲客咯，有啲客人會俾貼士㗎。